真的啦，不好意思，真的，今天没有其他事情了、啊，我故意做刚刚好。哎，现在几大？一二三，四大，对 ，OK。等一下，他为什么打他？他为什么打他？他为什么打他？啊？哎，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他为什么打他？你们干这是 bug 吗？我没有指定啊，我刚好转到水吗？刚怎么了？再给我打右边那一只哦！对啊，靠，没指定，没有，他的判定标准是哪一只会打死，他会先打那一只。你要硬凹的话，只是说可能刚刚打不死，所以他不对啊，这有 bug 啊。我觉得刚刚太硬了，这样凹太硬了，真的。CD，太硬了哎、欸，说 CD 真的太硬了，凹不太过去，我觉得。欸、不要断心，不要断心啊！操！最高伤害先打。对啊，最高伤害啊！我打右边会是最高伤害啊！他没有打、啊，你听得懂吗？不是右左自由，他我玩这么久了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反正刚刚有问题啊。刚那个肯定有问题啊！呀，我看不出是不是太高了啊？不要走啊！哦，吓傻了。叠珠。对，我觉得地关有点问题，对啊，哪里有常见啊？玩了这么多年万物年呢，哪有常见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真的没有常见啊！找影片给我，我跟你打嘴炮没有用。如果发生像刚那种情况的，然后一直打下去是扣零滴的，然后他还去打自动去打扣零滴的，找影片给我。我不敢讲百分之百，但是我没遇过哎、欸，好吗？我说从今。今天之前，我没遇过。哇，那个断珠会不会有点夸张啊？刚刚打不管打哪，他都已经打有盾的，还有这样啊？对，以前没遇过啊，我就是从来没遇过，所以我刚刚就是一点问号啊。跟各位报告啊，来考考各位。开信长好还是开这个埃及好？开哪个好？一信长，二埃及。
我觉得像是 bug 哎、欸，我记得是最大伤害它会自动攻击。埃及哦，好，埃及。因为我刚看了一下版面啊，心肠不好。然后你自己看再看这个版面哦，这个版面哦，你就算直接弄也弄不死，所以再开个心肠，不然就是开龙克，你可以自己挑。干什么累格、啊？懂吗？你现在这个版面，你要么开心肠，要么开龙克，不一百四，对，一百四就是厉害四啊，你知道？我开心肠了。叠珠，这个叠珠实在太妙了，我真的别台看不到、啊，真的、啊、别台看不到、啊，因为别台手转就九 combo 了，他叠个屁啊！九 combo 你再叠怎么叠啊？难叠。这样不会送走吧 ？OK OK。啊、完蛋，不妙！哦，好家在，吓死俺的毛了，伤害怕有点不够哎，试试看。天降一主角，哇，完了！不要绝对更新，我靠！不要以为那是岩心没差，那岩心差很多啊！嗯，我先砸一次，尽量做五连火珠。因为五连火珠，它在生火珠，听得懂吗？我两个强化火就这样来的。哇，这一次转的不是很好哎、欸！再炸一波！我操，怎么那么少啊？哎、欸，那火珠是坏掉啦！啊？那火珠是坏掉啦！你不觉得那版面是扫到一个爆炸吗？哎、欸，那火珠真的坏掉了哎、欸！三颗，就我个人的精辟分析哦，我认为一波带不走，可开埃及又太浪费，哎，算了，这波带不走，我等下再开鬼龙壳给他送。OK OK OK。信场提早开就可以提早回来，我刚想法是这样。陀螺记得要保持状态。我现在都是靠信场的倍率去打的哦，像这个打干十拿八九是打不过，十拿八九打不过，我想看。十拿八九打不过吗？你手转个九 combo 应该就过了吧，平百姓，要不要试试看？觉得我手转打得过，按一波七；手转打不过了，按一波八。
觉得我手软打得过安逸波奇，手软打不过安逸多巴。哦，不行，我觉得伤害不够。对，我觉得伤害不够。我看没有天降，我就按下去了。你不走也没有关系，但是肯定走了。我开龙科，他一定要走了。看好哦，手动叠珠，哇操！俺今天就是要把那个状态直接带到王冠去就对了。考考各位，要开埃及还是开信长？考考各位，埃及一，信长二。开局要赌，信长是稳。真田不能在这关开。比较想看开麒麟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就是要开麒麟，不开信长，不开埃及，不好意思，正确答案是这样啊，老师真笑哎呀，因为开埃及你要赌三颗火出，对啊，他那是草泥马的嘴，他不是骷髅头啊，我刚刚在官方直播。阿红不是有讲过，那是草泥马的嘴巴，那是草泥马的嘴巴，那个不是骷髅头。我必须告诉各位啦，记得一个要诀，这一关哦，听好，听清楚，很重要，注意听哦，懂吗？绝对不能开信长，听好，不能开信长，因为开信长下去，你有那个没有强化扶持的风险。我知道我有强化这个，可是你有没有强化扶持的风险？听清楚哦，听清楚哦，注意再讲一次，不要开信长。
蝶珠。哇靠！哎，那个火珠是坏掉了啊！哈，你牛咧！我干嘛给我三颗？哦，开埃及火不会转强啊，信长才会。下一关要强化腐蚀。对，我让他揍一下了。哎，这是很夸张，这是很夸张，我觉得很夸张哎。啊？你不觉得夸张吗？孙小美排出来要排七钢堡哎，知道吧？我操！看，叠住了，安怎你呀、啊？你呀、啊？啊，不是就拍你呀、啊？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怎么办？才敢怎么办？接下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真田信长带走，错错错！战术很重要，真田信长就是被带走。听清楚哦，正田新场就是被带走。有一个人讲对了，剑宗不愧是剑宗，懂吗？正田新场你就被带走，学起来啊，看好啊，正田。漂亮啊，干得好啊！啊，好像还是应该够了，炸！看到没有，各位观众，一波 seven 刷过去啊，刷过去啊！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，刷过去哦，一波 seven 哦，认真哦，来了。飙飙飙飙飙！天降！哦啦哦啦哦啦 ！K， 效果绝对是效果啊！学起来，各位观众啊，学起来，这个很重要，别才看不到啊！怎么洗抓你？哦，我没有，我们是不是说刚才不能那样开？如果刚刚那样开，我就 KO 啦。我是说被 KO， 所以。一波 seven 继续刷，哦，第二两滴而已，还好。来，各位观众，真正的 KO 就是在这波的高潮了。哦啦哦啦哦啦 K， 哦，战术很重要，学起来学起来。天哇塞，啊！真的啦，刚刚如果第一次真田家信长直接就被 KO 了，我连补血都没有，算是运气好了。必须告诉各位啊，前面龙科开掉那个是风险，龙科只要没有开，后面不会那么危险，了解吗？龙科没有开掉的话，这边不会打得那么惊险，知道吗？关键将知道了，火人双成就啊！应很简单了、啊，等一下我先把成就解完，第二两桶。